是精彩绝伦的女子组四乘一百米接力的决赛。哈萨克斯坦队、中国队、泰国队以及重庆队在2019年亚洲田径大奖赛系列赛重庆江津站的赛场上同台竞技。第二棒的顺利交接，我们来看一下。最后一棒顺利交接，目前中国队处于领先优势，紧随而后泰国队。观众朋友们，掌声加起来！现在文字屏上显示的是刚刚进行的男子一百米决赛的成绩。The result of Miss 100 meters on the scoreboard。看到来自中国的102号吴志强获得了第一名。另外，日本的。比赛开始，观众朋友们掌声加起来。男子组四乘一百米接力决赛第一棒的运动员已经顺利的出发，顺利的交接。观众朋友们掌声加起来，拿出您的掌声和呐喊声。可以看到竞争非常的激烈，弯道技术非常的重要。最后一棒顺利交接，中国队目前处于领先优势，紧随而后哈萨克斯坦队。中国队率先冲过终点线，参考成绩38秒92。比赛开始，女子组一百米的运动员已经顺利的出发。可以看到，高速间的蹲拳就是这样的激烈，运动员并驾齐驱。目前以率先优势领先的是六道，来自哈萨克斯坦，2019年多哈亚锦赛的金牌得主，沙夫拉诺娃·奥尔加，参考成绩11秒54。The winner of women's 100 meters.From Kazakhstan, Shafripova Olga. Now, on the stage, on the stage.比赛开始，女子组800米决赛的九名运动员已经顺利的出发。这次800米采用的是分道跑的项数，可以看到本组运动员已经是顺利的下了第一个弯道，越过抢道标志线，正在向内道靠近。可以看到本组九名运动员正在进行一个积极的卡位。800米这样的项目呢，在400米标准的田径场上进行呢是有2圈，在这样的中长跑项目当中采取的一个比较好的战术就是跟随跑战术，紧紧的跟随在一个与自己相差水平不多的运动员的身后，寻找一个有利的时机、有利的位置去超越对手。目前可以看到，第一集团由一名运动员组成，这是来自斯里兰卡的243号选手李玛丽，铃声
声响起，女子组800米决赛的运动员已经进入了最后的一圈。我们讲到来自斯里兰卡的243号选手尼玛丽，她是19年科伦坡亚锦赛测试赛两次的冠军得主，可以看到实力也是非常的超群，从出发开始一直是处于一个领先地位。可以看到还有运动员在进行一个积极的超越，进入最后的200米，竞争非常的激烈，运动员也是处于不断的加速当中。观众朋友们，掌声加起来，女子组800米决赛运动员最后的100米冲刺。可以看到有运动员在进行不断的超越，最后30米的冲刺。